人生的过程都在我们的不知觉中，就如一大早天微亮，金色的钟鼓声响，那个时候才3点多耶，起来的时候天还是暗暗的哦，什么时候天亮了，都是在我们的不知觉中的天色的这样的已经天亮了，那就是宇宙之间啊，星球都是不断的公转自转当中，让我们人不知觉，就如我们的身体同样的吃饭啊，那它在我们的身体内如何吸收，如何消化，那么中午呢又想吃了，一天几餐呐、啊，总是呢，这也都在不知不觉的这样消化，成为营养，让我们呢从婴儿到了这个童年，到青少年这种的身体呀、啊。不断的变化，这叫做行运，不知觉中 的变化，这都是呢在道理佛法里面、啊、就会讲得很详细的，但是医学呢都是讲究的，都是看得到的，看不到用显微镜，但是呢我们在佛法呢就是要凭了这样的想体会，这种的想象思维能去体会呢整个宇宙的这个道理，在天地宇宙间啊，这个万物的道理我们都要去思考，这叫做慧命。那么看到了现在的大地真的不安宁啊，全球啊因为温室效应，所以呢这种气候变迁很极端，这都是大自然的境界，加上了人的心灵的不调，大自然大乾坤不调和，那就是有地水火风的灾难。人心不调和呢，那就会贪嗔痴、傲慢、怀疑、彼此呢就惹成了许许多多了人心不平的哈、哦。这种的人祸灾难，所以我们、啊、要好好的、哦啊、通情达理啦，要通这样的觉悟的友情，叫做菩萨，这所有的道理呢要清楚，才不会呢让成了这么多的人间遗憾呐、啊。也看到了就我们救人、啊、是多么辛苦啊，天灾的灾难这一波呢，在尼泊尔我们已经是第五梯次的大医王、哦、在当地今天是24号，明天就是满一个月了，今天呢在尼泊尔的大医王与菩萨们今天有大型的发放、啊、昨天啊当地时间差不多5点左右啦，突然间呢黑轰啊，这是黑色的风，狂风就起来了，
那前后几分钟呢、啊、那种的风之大、哦、他们说啊、哦、可能呢、啊、可能这帐篷区呢应该是也经不起这么的大风。不过早上呢我从餐厅出来的时候听到了信息已经报回来了，慈济的帐篷区啦，慈济给他们的帐篷区呢有三顶被吹倒了，其他还好啦。那也有医师回来再分享的，那个时候他们在当地的那个时候半夜里也是同样起风啊，很大，这个下大雨，他就很担心呢、啊。明天一早，可能所看到的帐篷都倒塌掉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到那个营地去看，就发现了，哎，真的好多那大帐篷都吹倒了。我就看到我们的医疗团那个帐篷就完整无缺屹立不倒，就感觉很奇怪。后来就有一位师兄就跟我说，因为整个晚上那灾民为了守护这个帐篷，他们就舍弃他们自己帐篷，但是每个人都跑到我们的医疗站帐篷，每个人都扶手我们的帐篷，抱住了，抱住他，抱了一整个晚上。我当时看了非常的感动，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医疗站不只是医疗他们的伤痛，他们的病痛，我们其实这个帐篷哈，也好像是他们一个精神一个庙宇，让他们有一些心灵的依靠。对，好，我想这是令我非常感动的地方。Only we can do like this, nothing else, because we want to stay here for a many months, so we have to protect this tent for our safety. 这种听得也很令人感动啊。有灾的时候，我们的大医王在那里呢，如人间菩萨游戏人间呐、啊。他们呢，很甘愿的投入你的付出，他的感恩，这种感恩与付出啦。虽然我们付出无所求，可是这一念善心啊，感觉真好。这种的心态。当地有难，我们克服很多的困难而去帮助，这样的心态，那样的爱去付出，这种感觉感觉到心里很安。那么当地医师呢也是啊，有两个诊所的一位医师，虽然呢、啊、有很多的病患，他两个诊所都把他关起来，投入了慈济人大医王的这样的这十多天，一直陪伴着慈济人，这种不为利，这弃除了贪利心啊。当这有灾难的时候，有这一大群的从国外而来，他要义诊，要跟台湾的大医王一起去做义诊，啊，这嘛是好人哦，足感动的呀、啊！就如潘院长，关山潘院长回来，有一天他分享，他说：“自费自驾。”来回几万，我们的志工也是自费自驾，那来回花了几万呢，到了那里呢，真的是每天是骗人啦、啊，真的是很辛苦。不过感觉到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我去做到了，我是自费，我是自驾，我真正的踏上了这一块土地。我的付出感觉心里很清安，很自在，很欢喜，我自己有做到了。所以
我们的志工菩萨为什么每一次的国际救灾都要大家都是精神恐慌，那一定呢要挤上去，我要花钱，我要去救人，我要身体力行，这种付出无所求，还要付出体力，还要花这么多钱，他们都很欢喜，而来去呢都是那样的开心哦。这都是爱的能量啊，爱的能量总是呢要在自动自发。